它主要就是把那个果的种子啊，还有那香蕉的胶质啊那些洗出来，过后它冷了过后它就会零屑，给人家吃了消暑了咯。芝麻、花生、浓酱及酸菜是海南人的情感符号。我哋海南人煮又唔同嘅，我哋汁系要黐嗰啲粉咯，够滑啲咁咯。小吃不在饱足，而在解馋。小小的切块，沾上五味杂陈的酱料，拼凑成大大的饮食版图。吃的时候就插下去，咚一下，咚一下，就叫咚咚猪头皮了。滚烫的沸水烧开了绵延的记忆，陪伴每一个城镇，在历史的长河中老去。旧夹啊，金榜啊，是海南话来的。假如我们是以华语，也是烧色肠啊。在地时光，Astro 十年本地圈诚意推荐。